太阳高高挂在了天上，温暖了全世界每个地方。星星在黑夜里闪烁，陪伴许多人无助的夜晚。疫情到底何时才能结束？医护人员奉献自己对抗中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关爱，支持他们努力走下去。许多人每天过着隔离的生活，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。坚持下去，我们爱着你们，对你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你们不会是孤单的一群人，对你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你们不会是孤单的一群人。